我的府河姑娘，哇，小韩哥，好久不见啊！哎，刚才呢，我从这个府河的桥边上走着啊，非常的惬意，而且呢，空气很清新。哎，最重要的是，我听到了一个动人的歌喉，是谁的呢？当然是我了。哇，果然是你哈，被我猜到了。哎，那今天我们来到星星酒店，这个地方啊，是城市当中几乎见不到的一个酒店了。它的地理位置是，你看，依桥傍水的，地理位置绝佳。哎，对，今天的美食主角美食哈，就是我们常吃的家乡风味赣菜了。本期咱们美食特工队来到的正是隐匿于城市中小桥下流水前的星星酒店。依桥傍水，环境优美，正是这里的真实写照。那么满分的诗情画意里又有几分美味呢？美食特工带您来探。星星酒店呢，听名字哈，好像是很洋气，对啊，像大酒店，但它其实的装饰还有菜品都是中式风格的。没错哈，非常的古色古香啊，很别致，安静且文艺，非常的有情调哦。对，首先呢，来尝一尝这道家常菜，其实是我们吃过很多遍了。哦，这道菜热气腾腾的哈，养生鱼头王。哇，感觉它这个汤都是金黄色的，一定非常的香浓。哎，但是汤金黄色不错，这叫色香味俱全。是的，但是把这汤上面的金黄揭开以后，它的鱼汤是否是半透明的，这个很重要。哎，就是检验这个鱼汤哈到底好不好喝，是否纯净，没有加任何添加剂。好，再来看看鱼汤，顺流直下，你看透光的。哇，是的，对对，感觉是那种乳白色的，很醇厚啊。嗯，这样的话说明它的鱼汤是很清澈的。嗯，没有加其他的像牛奶啊、调味剂啊、香精什么之类的。没错没错，所以这样的鱼汤饭前先喝一口，非常的养胃又健康。对，一定很开胃了。好，那就劳烦小韩哥帮我添一碗。哇，真的好香啊。哇，嗯，感觉这个喝完之后的话呢，一定是非常补气，对不对？是的，喝完之后满满的元气啊。而且啊，这个鱼头汤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鱼头很常见，汤也很常见，但是鱼头汤里面的这个佐料，它的一些配菜是很关键的。哇，我刚才先一步喝了一口，知道吗？特别特别的鲜，而且呢，有一种辛辣的感觉，哇，回味呢还有一丝丝甘甜，我觉得这个汤熬得太好了，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好像吃到了那种酸酸辣辣的感觉，是里面放了什么酸菜吗？还是泡椒啊？加了一点小胡椒。哦，那怪不得。这样的话就可以暖身子啊，暖胃。当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配角哈，它好像有点占了主角的风头了，手工肉丸。是手工手打的，你看这个形状就知道是手工的了，对不对？哎，我觉得它这个的话不是那种机器不规则做出来的。对对对，没错啊。这就像什么呢，小时候啊，家里边老人奶奶给我们做的那个手打猪肉丸一样。哇，这个口感是绝对好吃的。就是我觉得手工制作的食物呢，有它独特的一份温暖在里头。对，机器是代替不了这份味道和这份乡愁的。谢谢，小时候的感觉。我先尝这个肉丸啊。嗯，我觉得我喝这个汤完全停不下来，太好喝了，非常的开胃。你看它这个肉丸呢，虽然形状不规则，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肉质是很细嫩的，说明经过千锤百炼的，没错没错，敲打啊，一定是比较 Q 弹的那种。尝尝它的这个肉丸是什么样的味道？一咬即化。哇，而且每一个小肉筋
和精肉里边都渗透着鱼汤的鲜味。没错，而且是那种肥瘦相间的肉丸，吃上去特别特别的有嚼劲，满口的肉香味。那给你尝尝鱼肉啊，因为鱼汤里面只有少部分的蛋白质和鱼皮上的胶原蛋白，但只有少量、哦、小小量。那吃鱼头呢又有讲究，好大的鱼头啊。这个首先我们给它抄起来看看吧。哎呦，很烂，很软烂。对啊，炖得好烂啊。我觉得鱼头就要吃这种炖得很烂的，吮吸它脑袋里的味道。对了，你看，嗯，是不是人间的美味啊，就是这口鱼肉了。最后吐出一个完整的小骨头，哇，嗯，这个鱼云呢口感特别的软烂，嗯，爽滑香嫩，但是它没有一点鱼腥味儿，因为我们炖的时候呢加入了胡椒、小辣椒、还有枸杞、把这个肉给吸掉了，中和了，所以就是特别享受的一个鲜美至极的鱼云果冻，特别适合一家三口或者是带着老人家小朋友来吃这道菜啊，很有营养的，而且很开胃，这种吸吮的感觉啊，没错，太棒了。用生命践行誓言，保家卫国，无惧牺牲，以忠诚淬炼品格，传承先辈精神，勇立新功，将信仰铭刻心间，践行党的创新理论，迈步强军新征程，改革练精兵，忠诚铸军魂，时代楷模，大功三连。下面一道也是硬菜，下面一道，哇，我觉得放眼望去都是硬菜啊，是不是都很硬哈，五花八门的。来一个最硬的，同时名字也很霸气的，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一脚定江山。哇，这个名字哇真的是吓到我了，啊大这种感觉是吧。那是哪一盘啊？是哦，我面前的这一盘。你看它像什么呀？我觉得它块头非常的大。哎，很大。如果是猪蹄的话比猪蹄都要大。哎，对不对？我感觉有点像牛骨，对了，是吧？带骨的牛蹄儿、哦，大牛蹄儿，这样哇，黄金牛蹄儿。其实我大概距离这么近，我就已经闻到它那个味道，浓浓的一股酱香味，而且是老南昌特有的味道。哎，刚才那个，我刚刚响声，对，不小心把这个骨头啊翻快了一点，它滑到锅边了，像撞钟一样。说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骨实在的哈，这个骨头就是实打实的，有分量的。哎。哇，先给你看看这骨头啊，展示一下。哦，你看它下面这块肉。哎呦，你看，炒起来，满满的胶原蛋白啊，好香哦，真的。这种连皮带筋的肉，嗯，哎，又划重点了，顶香。我非常喜欢吃这种连皮带筋的这种肉、啊，对，我觉得简直是这个骨头中的精华。嗯，顶香贴骨肉嘛，来，这一片熟的牛肉还要好吃。来，这个给你。哇，是给我了，哎、我也谢谢啊。太幸福了。哎呦，这个大牛骨你看它清理得很干净。没错没错，而且肉非常的多、不像有的店它可能就是全是骨头，对，大骨头也看不到这个皮和筋，但是这个你看、非常的实在啊，分量也很大。我就尝一块筋肉哈，看这尝一尝，大羊排一样，哇，这种感觉，大口吃肉。嗯，你先尝这个，太豪迈了。尝牛蹄的皮。好，来尝一尝、尝一尝。嗯，一看就好滑哟，哇，满口的酱香，而且那种 Q Q 弹弹，让我觉得非常有嚼劲，哎，好想嚼啊嚼啊嚼，太好吃了，而且你会发现没有一点腥味儿，是的是的，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就是有点像比啤酒烧鸭要更加的咸香一点、但是呢它又会淡淡的一丝回甘的甘甜的味道、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味道家里烧不出来，所以说要来新酒店来吃嘛，对不对？没错没错，刚好我的手也不能闲着，对吧，刚啃了牛骨了，来我们的常客，南昌人夜宵必备的三宝之一、就是我们的香辣小龙虾、是吧，龙虾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吃的很常见了，就像对啊，就像每天跟你打招呼一样，很常见， 对吧，特别是夏天的时候，这样说是不是太骄傲了，哎呗，来尝一下哈，香辣口味，先看拿出去来看一看啊，这个龙虾交过你的，给它抽开了以后，哇，掀开它的鸡车头，
哎，你看是没有杂质的，对，非常的干净哈，没有那种黑黑的那种感觉。对，它这个只有酱料，啊，酱料浸湿了，没错啊。尝下肉，你来。好，夹一个。嗯。哎，开了背处理的。哦，是开了背。开背处理很入味儿。来看看。也说明认真清洗过了。像剥开心果一样。哎，我觉得其实作为南昌人，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夜宵里面小龙虾真的是必不可少。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坐在这个马路边边啊，然后吃这个小龙虾，嗯，喝着啤酒。对。但是我想了一下，如果呢是夏天的时候，嗯，微风习习，我们坐在府河桥边上，坐在这个小亭子里，哎，哇，我觉得吃小龙虾就是更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对不对？哎，嗯。哇，好辣，好爽，好过瘾啊！真是畅快舒坦，没想到藏在这诗情画意里的美味竟然是如此的热辣劲爽。今儿个咱美食特工们可谓是所见舒心，所食过瘾，快来和我们一起食美味，赏美景吧。其实我感觉啊，在城市当中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实属不易啊，特别是星星酒店，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和城市的繁华喧嚣只有一步之遥。没错啊，只要你下个桥，对，就可以来到这一片神仙宝地。是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院子里面，它的晚风、它的阳光、它的雨露、它的美味的菜肴，都可以让您流连忘返啊，感觉偷得浮生半日闲。所以一定要来星星酒店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中的一种安静与美好。